对不起啊，妈，我是文杰，这是一期无含花的视频。前天屋里买了鸡精藕，昨天买了鸡精排骨，今天为排骨藕汤火，留闲的吗？走嘞。不要了，这个落到台阶头里去，对吧？这个雕子太小了，没见那个雕子就好。哎呦，疫情过来再干嘛？能不能等到斯摩斯？今天那个雕子不是上回那个雕子，因为过年期间雕子已经掉底子了。然后篓子也不是上回那个篓子了，因为特殊时期买不到煤呀。但是只要熬好、收一好，煨出来汤一样好喝。哇，发炎发炎，我来尝一下今天的排骨藕汤，好烫 啊好喝。我有两个多月没喝排骨藕汤了，连话都不会说啊。我来看这个藕粉不粉呐、啊？这个汤，这个藕都是红的。妈妈，这个藕不太粉呢。对，到今天藕不粉的。我觉得这个汤真的是蛮好喝啊，排骨藕汤。最近几个月专门是喝萝卜汤，因为萝卜多啊。可惜实际用藕汤火就不错了，不要求太多了。